就是我不走，习惯了就好了。我要撤了，我要去撤他去。怎么你不去跳啊你？我不会跳。啊？我不会跳。你不会跳？不会跳，你这人臭什么的了？我打酱油了。哦。这酱油打得不错。哎，妹子，你打算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给他们买点奶茶喝去？这附近哪里有？我粉丝说让我给他们买点奶茶喝。冷啊，这附近有卖奶茶的吗？有。我不知道路。哎，要不你带我去吧。你给他顺着路走吗？没有，你到那儿教他们，他带我去好，他打酱油的。他带你去。啊。没事，你带我去嘛。我有几个人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走吧，走，看哪里有卖奶茶的。哎，你平时你比较喜欢喝什么呀？我。嗯。我不喝奶茶呀。你不喝奶茶呀？我喜欢喝奶茶。那你喜欢喝什么？水果茶。除了奶茶什么都喝。水果茶呀。拿了。你为什么买水果？呸！你为什么买奶茶呀？我粉丝这么说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粉丝说，一般女孩不都喜欢喝奶茶吗？哎，那你们平时放学都喜欢去哪里逛街啊？不出去逛街。哎，Hello， 我操，你们是这学校的吗？对，就是鸡头的是吧？鸡学的，鸡大是吧？刚看你们来，我们就过来看一下。好，走，一起走，一起。你看这一会儿来两个粉丝，啊。你是哪的呀？我是哪里的？我从长沙过来的，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就来这边直播，然后来两个粉丝跟我们一起玩。好，你上大几啊？我是中专。中专。然后有大专。中专是不是比他上大二的小一点？肯定小。哎呀，小弟弟。我们是从中专升过来的。这么说吧。妹子，你是哪里的？衡阳的。人家在这里读书，回头就没有在这里读书，你不是衡阳？刚才我问那个穿绿服，他说这个学校里面不一定全都是衡阳的，还有好多外地的。大部分都是衡阳的。他说大部分都是外地人。哪里？一般都是衡阳人。那个是你们老师啊？啊？就刚才那个穿绿服，那是你们老师啊？刚出来的吧？没有，就跟我绿衣服那个。啊，对。不是我们老师。哦。慢走。哎。Hello， 又来个老铁，走，跟上。刚从我家门口，啊，从你家门口经过的。我靠，这个学校有点东西啊！我靠，兄弟们，这人有点多呀、啊，这边老铁挺多呀、啊！我操，这一会儿啊，出了这个门走两步路就遇到三个老铁。哎呀，走给妹子买，给他们买点水果茶喝。闻到一股什么很奇怪的味道。我能说本来是不准备直播的，就想来泡妞的。这么直白干嘛？啊？没有，在女孩面前要，走，一起去啊！你看你喝什么，你去点啊。你给他们点啊。给他们一起点了。对啊，啊，这里有什么花枝烧仙草啊？就这家吧。来吧，老铁们，来，哎，这里走偏了。那你帮忙点一下吧，喝什么？先搞十杯再说吧。嗯。你是他们那个帮他们？嗯，对、啊，帮他们带的。那你去点一下吧。我几个呀？有点你那有几个人？那边带你七个人，后面三个老铁，搞十杯吧。先搞十杯吧。十杯。对。全部喝满了吗？随便都行。老铁们，进来坐呀！进来坐呀！咋这么不好意思嘞？别不好意思不？现在微信余额不能暴露了，不能看了。抽烟不？你们？哎，这边身材不错，这个脸蛋还没长开，但身材确实。如果穿个短裤，穿个齐鼻小短裤，上面穿个小 T 恤，我就喜欢这种装扮，身材好。
上次金哥也在这里，我也见到了。金哥？啊，在这里见到他。在那个我们从来没来过十。十股。金哥什么时候？不是，金哥什么时候来过这里啊？搞个活动，从医院那摆车。哦，那个医院是吧？不对啊，那是一个大一个学校，一个大上坡吧？那是衡阳吗？就在马路边。等一下，我死过了吧？我看一下啊。我记得我们上次来过衡阳，在这个什么？我们没来过。上次我们没来，好像。哎，我记得好去付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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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付钱。没坐一下，宝贝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妈的，我叫他，他不理，鼻子不理我。哪个？秋秋啊。你没说你是老铁啊？是还弄了一个那个。我叫了3声4声。你没理我，那我就直接走了。我的问了一下保镖，我说不知道哪里，然后应该在群里帮我打了个电话。黑粉，黑粉，黑粉。这老铁算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老铁算良心，我操！看我的孩子就是黑粉。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老铁算良心，太难了，我操！来来来，你们打招呼来，打招呼来。你们是热的还是？Hello Hello。我都行，你怎么做方便就怎么做啊，这个没关系，不重要。我来抽烟。啊，可以，相当可以。怎么样，我的发型可以吧？骚不骚？帅呀！我操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老实说，我现实中是不是比这里面好看多了，帅一点？特别有气质是吧？这个气质啊！比上镜特别有气质啊！这东西我跟你讲，哎呀，特别是我的小发型没支棱，今天没支棱起来，我跟你讲，随便一支棱起来就不得了。啊，这一支棱起来就不得了，这个屌大天。你看我这全部是植物人，完了只有一个不是，是工会粉，这是工会号，在狗屋啊，狗屋的是哇，本来都是17级的，慢慢掉是吧？狗屋牌子都红色了，忠实铁粉，嗯，衡阳的美团啊，妹子有男朋友吗？有啊。要不要换一个？我跟你讲，我有好多粉丝老铁都是你们学校的。你问一下你男朋友看不看我直播？他搞不好此时此刻正在我直播间看着你。那先走了。去哪里啊？去打牌去。坐会。喝杯东西再走啊。来呀。我操。放良心了，妹子，你给男朋友发信息，你问他，你就说，就是你认识，你问他看不看直播，平时。我发谁了？男朋友啊。男朋友不是这个学校的呀。他不是这个学校的。他是哪学校的？长沙的。在长沙。你男朋友在长沙，然后你在衡阳，那你们不是天天都见不着面吗？没有，我是见不见面了，没有，不是关心嘛，这个事情，就是比较好奇。你跟他见过吗？又不是一天。是不是打？又不是网页。是不是打游戏认识的？没有，初中同学。哦，初中同学，然后他到长沙去了，你在衡阳。哦。那就还好。啊，我挖墙脚，我是那种挖人家墙脚的人吗？啊？哎，那你没想过，就是以后毕业了去长沙工作，就是可以跟男朋友在一起？啊？是不是他？你就不担心他在长沙又找女朋友了吗？找呀。我跟你讲，长沙美女好多的，真的，搞不好他现在就跟搂着别的女孩在看我直播。你是不是叫牛婷？是不是你？不是吗？哎呀，别推脱了。你就是牛婷，啊。我跟你讲，搞不好你
你男朋友此时此刻正躲在别的女孩儿，嗯，看着我直播说，哎，这不是我前女友吗？这个，哈哈，啊，笑死我了！啊，等一下吧，说等一下吧。这里面卡吗？啊？这里面应该不卡吧？不卡呀，还好啊，网络挺好的。没有，我不着路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，一会儿。没知道。他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。对。等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没事，坐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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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一起过去。没有，我不知道在哪里了，一会儿我找不到路了。要不加个微信？你跟那个女的打电话。我没她电话，我微信都没加。要我加下你微信，到时候你给我发位置。啊，那等会儿一起。哥们很淡定，马上说这个有男朋友，我操，没机会了。哎，但是，哎呦，老牛一来，搞不好能把他拒了，能把他给让他回头是岸，回头是老牛，啊，有机会啊，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回头是老牛。但老牛来了，说不定他就说。早就跟她男朋友分手。对，然后老妹妹还说，你看我给看信息，你看这是我前男友给我发的，其实我男朋友给我发信息，他说我跟你分手了，我找到新的女朋友了，那他妈不有机会了吗？所以说一切啊，等老牛来了的时候，妈的为了泡个妞，他妈专程把老牛从长沙拖过来，我容易吗？我对啊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搞不定的？淡定，这边好多漂亮女孩。我也觉得，这学校妹子就是很朴素。其实女孩说实话，放在长沙你仔细看啊，兄弟们仔细看，她只要化化妆啥的，绝对好看。其实仔细看，就是五官挺端正，其实长得说实话，也就那么回事。还调戏帅哥，我操！对啊，主要老铁，主要是身材比较好，然后。其实说这脸蛋儿，他是没化妆，脸蛋儿我们走进来看的时候，脸上一道黑的，一道白的，就是有一些杂质。就是但是如果说精心打扮一下，换上衣服，打扮一下，化个妆，绝对是个美人胚子。只是他们这种学校估计，这学校你看啊，感觉就是在乡下，是不是？不懂得化妆，他们不会。所以就很操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鸡大啊，就是这个学校，湖南交通工程学院，交通工程学院，这个地方叫鸡头山。哎 ，hello， 哦，你叫一声胖哥就表你身份了。三级粉丝，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？最后一根烟给你了。啊，谢谢。知道这啥不？看一下十三级，这他妈真爱，十三级牌子是吧？对，还没变红，赶紧抓紧时间变红，啊！那到里面坐啊，到里面坐，我去买包，没事，你先坐，我去买包烟去，然后坐一下啊。这学校这么多托吗？一会儿来了五个，来了五四五个了，老铁有点多呀、啊，这边。这么偏的学校？可以的，很强。排名来吧，老白沙。老白沙是我的排名吗？看见没有抽过的烟，找甜甜，甜甜是谁啊？我都不知道谁是甜甜。哎呀，抽什么烟？说呀。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是个难题啊！这个，核定下来吧。行，那就核定一下吧。其实核定也不好抽，真的，来一包吧。主要不是老铁在吗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九五？没有九五。现在很少地方过去了。嗯，好。没有假烟码了吧？没有问题。好。有问题的过来找我。行。
有小烟了，今天晚上就有节目效果了。得得得，来，你们都认识一下啊，都是老铁啊，他们两个也是老铁，你们都在学校的吗？对。你在虎牙里面叫什么名字？叫子。叫子。对。你们呢？叫锤心。锤心。三个金的。三个金。那个心是什么心？就是三个金的。三个金，三个金。哦，你呢？七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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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，花里胡哨。哎，你们两个认识吗？你们两个？一个班的。一个班的。你跟他们不认识是吧？好，可以。现在就认识了。现在就认识了，对。咱们都是不认识的，一个学校的，可能在一起吃饭、上厕所，是吧？听迟到的时候都不认识，但是咱们今天在一个直播间见面了啊，就认识了。啊，就认识了。是吧，兄弟们？一见牌子，哎，有兄弟们还验啥牌子？我操！只要见面没有把我叫成宝哥，就是老铁，我跟你讲。这见面，哎，金哥你来了，哎，宝哥我看你好久了，只要不是这种称呼的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没事儿啊，就没事儿。嗯，就担心的是一来，哎，会长你怎么来我们学校了呀？哎，金哥，我看你直播三年了，你终于来我们学校了。哎，宝哥，我是你粉丝。叫我是十三，你不能红牌子。嗯。